啊，有两只，这两只遛狗。我打了它中间的几个。然后就是，因为你带着他们先排，就是你先排你的，然后呢，他们走了之后我看你，然后我们跟他商量一下，决定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嘞。请抢答。索尼。行，请抢答。这个叫亚拉索。亚亚，第一个音啊亚。拴到什么地儿吧，然后让我回忆一下怎么弄。然后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然后是一个压一个，把它叠过来，看没？这个压这个，红，哎，这个不可能。去正午啊，他应该也差不多。哎，怎么不对呢？等会儿我把这个打个结。好，我们再看看。你帮我整理。等一下，翻车了，翻车了。